哥，你陪我去一个地方。这是优酷的声音，但这个男人的声音不是高三的，做出这种事，他怎么对得起高三啊？找人把那臭傻子绑了，让他消失一两天。李浩帆跟别人打架，把人家打进了医院。 警方会正式控告你谋杀。我什么都没做过，哪有谋杀？目击证人，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半，8频道。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目击证人的视频。